据国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照片显示，利比亚国民军称其在利比亚迪里波里东南约60公里的塔里纳地区击落了一架涂装有意大利空军徽标的美制 MQ-1A 捕食者无人机，但从照片上出现的残骸看，该残骸应该属于一架 MQ-9A 死神无人机。据了解，意大利、土耳其和卡塔尔是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者，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最大的对手就是利比亚国民军，而埃及、阿联酋和法国都支持利比亚国民军。 MQ-9 无人机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美国研制的一种新型无人作战飞机。 MQ-9 无人机可以执行情报、监视与侦察任务。美国空军在其作战试验刚刚结束后，就决定将其投入实战，并于2007年3月组建了收割者无人机攻击中队，还成立了专门的死神无人机工作组，开始研究战术、训练机组人员和进行实战演练。